伍兆全就要九号八号十号，赢过嘅系四六八十。最叻第三嘅系九号，即系四六八九十系上个名，四六八十咧系赢过，就系咁啦。夹硬第二系八，而家都系八，现场都系八号。蓝帽。睇先，赢下啲马先。我中意咩？我中意八号十号。我中意八号十号。上次跑得好嘅就系八赢咗，然后咧就数到去啲跑第五嗰扎啦，即系三号、九号、十号、十一。咁个多人关注嘅咧，即系有啲飞嘅咧，就系八九十现场。八九十，我要八号、十号。女士就要八号、十号、七号、九号，个阿 K 姐好叻啲喎 ，K 姐。Jenny 姐要九号、一号、三号、八号，几好啊！十一号仔，请让路何铭年，有闪电喺个背脊度嘅，白色呢啲。十二号先至系请让路，十二号请让路，一个何铭年系啦。十一号叫富全大师，有一个闪电嘅蓝色，有个 V 嘅，有个蓝色 V 啊，蓝帽蓝色 V 神日金刚冷门嚟嘅五号仔，仲得威啊呢只绿色就仲得威。潘頓六號咧就係迷語，曾經贏過個迷語，但係而家就十五倍。六號仔上次第八，前次第二，六號仔一個黃色一棟啊！黃色階磚係邊個？女英復星，黃色階磚，藍色衫。女英復星就是蘇小輝，上一次就是贏了一個馬位，背脊有粒星的，有個心的，就是七號仔，就是日救紅衫王就紅衫王就潘明輝一檔，七號仔就是上次第十，前次第三，上次最近的就是贏了出來，八號仔女英復星，然後第五名的就已經是第二，即系第二号噶啦，即系三号、九号、十号、十一号，呢啲全部跑第五嘅。蔡俊佳就二号、十号，二号系咩？福佑，上次第八，前次第十，好后啊，比较上想搏冷门啊，梗系，因为收到风。五号仔叫做神日金刚，有个蓝色 V 喺个黄底。四十几倍啊，好冷门啊呢啲。上次十一，前次十三，全部都系十几嘅，跑十几嘅。呢只系何泽尧嘅日日靓，银色衫。而家就上。红灯亮起啦，就嚟入闸，睇下现场点样讲法先。都冇乜喎。今日个场地读数就两点七二嘅场地。交俾闸前，等埋神日金刚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头场赛事五班一六五零米大热系八，准备。福佑，记得啊。四檔靚到是機會馬來的，好了，檢查一下這福佑有沒有問題先，不跑啊，來啊迷語，第四名是我的精英巴道第二，第三名見到六號迷語，蘇小輝贏了，十一號的富全大師，何澤耀，十號就跑第六度了，跑第六度了，
都是贏到大半個馬位，所以加兩磅是沒問題，這隻馬連贏兩次，連贏兩次。八號仔一陣看看何澤瑤這隻馬，這隻十號仔開閘的時候是不想跑，還是被兩隻馬夾住，他要打兩邊的，頭二十馬已經要打幾邊了，但都是跑得不好，沿途在六七位這樣。八九六一十一，主持中了一九号，九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号，林美洛飞啊！今天林美洛飞得喎，应该啊，要留意一下喎。嗱，睇只何泽尧喺呢度啊，何泽尧啊，一出嚟只马好似唔知点咁样，唔系好想剪步咁，俾两只马夹住佢打几鞭，打翻醒佢，咁啊都系唔掂。咁啊，巴道啊醒神啦，走咗出嚟先啊！呢只啊，咁啊贏得嘅蘇兆輝咧就喺呢度，啊喺呢度啊，佢中意走二三碟咁樣，雀橋飛到蔡明少喺前邊，咁然後巴道就上嚟啦。咁啊，蘇兆輝而家喺呢度，喺前面呢扎馬係著數啲嘅喎，真係。雀橋飛到呢個蔡明少仲係領先一個馬位，然後咧巴道呢只叫做咩名啊？無敵精英喺第二，蘇兆輝贏得嘅呢只馬咧就叫做女英福星喺第四，咁就富全大師咧就喺第三。後尾好快，好快冇力嘅。咁啊，蘇兆輝而家呢走咗外碟，哇，好用喎，真係啊！哇，啲動作嘅幅度啊，同埋啲用腰力啊，咁樣好勁喎，真係。拍住個巴度，蘇兆輝退兩步，越贏越開啦，贏咗大半個馬位。幾好啊！好嘢啊，真係啊！連贏兩場啦，女英福星、女健威。蘇兆輝。蘇兆輝上次被人罰停賽真的很不抵，離開隻馬很遠，隔幾隻馬都被人罰，不知道為什麼。八九六十一熱門來的，